蜜姐，我广东人哦。你广东人？啊，我怕我嘴型不太标准。你可以讲广东啊。哦，好啊，开始。别伸舌头好是吧？对牛弹琴。这什么国语？这是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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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牛弹琴。好，一个，好，过。换。他不是第一个，这更难了吧？骑上我上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先说是吧？郭先来。但食物有什么寓意吗？茶泡饭。茶泡饭就是解哎，小心，别 ，no， 别动。哎呦。别动，没有有油，有油，有油，哇，大东哥流油了。10岁了还选这种歌和舞，辣眼睛。时间也不早。我这个我觉得是在夸我呀，因为他说我开口以为在看歌手。那不对，那是胡下的。哦，前半句开口以为在看歌手，开跳发现在看老年迪斯科。双压呀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东哥跟刘维老师，你们两边卡拿反了。什么？要卡拿反了？龙飞，很多年前在一个节目上看到过你。你这给念走了，你这念走了啊！我练弹琴师的啊，我要用他这种腔调，我也把你念走。念走是啥意思？我念走。注意那个平舌和卷舌。好，吐，唐剑刺，唐剑刺，我姓谭。今天的一切感情都是以往的。
厚积薄发，你就是最好的唐剑刺。最好的唐剑刺。唐剑刺。我来这个节目改了个姓儿还行。可能是看他跳舞好像在看仙鹤学蹦迪。仙鹤学蹦迪。仙鹤。仙鹤学蹦迪。说我唱情人唱出了把情人就地正法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说。说蛋饺肉丝拯救了脑胎套。没事，不要乱 Q 我师哥出来。咱家怎么样？什么 slogan？ 我觉得吧，要不咱用歌词。啥？叱咤风云。别了吧。风云帮啊。我们叫年代巨星。不好笑。您太不……哎呀，这就是最好笑的。您太不捧场。为什么咱们做好菜？因为少了帽子，知道吧？我戴了帽子绝对很好。来，继续来，来来来，冒烟，冒烟了，冒烟了。冒烟了，听说定没烟了，你看，我的眼睛欺骗不了我。来，一定要比我幸福。你怎么？妈，谁呀？什么鬼呀？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请别治啊！恭喜发财！这一屋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下不去手啊。复仇，复仇记。东哥，祝你今年鸿运当头。二少，祝你年年益寿。三少，祝你恭喜发财。这一屋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下不去手啊。